最少5万。啊，那个最少5万，78平才5万。哎，那这个合适啊。那你要是说看，你就晚上过来看看行。一个呀，38六。你就得说一花的呗，那就是一梯两户一户呗，45-46块钱一户呗。关注鬼头，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辽宁省铁岭吊冰山市红房社区啊，咱们今天呢将走访一下这里的真实房价。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水果南果梨5元4斤，南果梨5元4斤，玉峰葡萄19.99，玉峰葡萄19.99。这小广场挺好啊。对，大爷，我问一下呗，这块的房子得多少钱一个？大概？那看买啥样的呗，不一样。对，不一样的就是装修的有一样，但是楼层也不一样。啊，贵的跟便宜的呗，就是贵的多少钱吧？最贵的？也得45-46吧，40000多块钱。一个呀？38六。你就得说一花的呗，那一万二。啊，就是一梯两户一户呗，40000-46块钱一户呗。都是50多平，啊，就是50多平呗。对，一四年。有一户一的，就有一户三的，知道不？30多年了。哎，对。楼层不一样，装修的也不一样。对对，价钱也不一样。他说毛坯现在已经没有，不可能有毛坯了，是不是啊？都得是整完的了，简单收拾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哪的住这些人，那都收拾。啥也没装修的，有的是。嗯，有装修没装。阳台没炸的有。大部分都装，阳台也那极特殊的没炸。像老裴那个啥也没动。老裴啥也没动，是吧？那挺便宜呀，45000块钱呗一个。就那样。对。完这个楼还不少呢。嗯，不少，卖的还不少。卖挺好，咱这块挺好，瞅着挺干净，还挺宽敞的。这道是原来不是弄小区去改造吗？原来不都是啊？行，忙活吧。嗯嗯。对，这个地方叫啥名？我不知道。祥和小区。不还是祥和小区？那边不是祥和小区吗？啊，你那成道为准，知道不？啊，到这边就祥和，那边就安居。啊，祥和小区。现在干几点？那咱谁知道他家那个电话是到底是写的多些呀？卖楼那个啊，看不清呢。这是四楼得多钱？他这个？他一户一的。啊，一户一啥意思？一户一地方小。地方小多少平啊？就一屋。啊。他没俺这两栋大，那两栋屋里都是38.84，他达不到。他都达不到他也就30多平啊。嗯，达不到。浩尔不96-39啊。你这眼睛比我厉害。他也就35平左右吧。不用看看。谁家多少？他没有咱们我们大，我们三我房照我知道，38.38。真是小。俺们卧室多大？俺们卧室能搁2张床。祥和家园啊。嗯。喂，你好。50栋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咱家那个就是祥和家园有个房子卖呀？啊，是。那个是多少平啊？一户一的30平。30平啊？嗯。一个客厅，一个卧室啊？对。啊，现在家有人吗？没人。那俺们你晚上看不行吗？啊，得晚上看呐。啊。啊，你是装完的吗？没装完。啊，没装啊，毛坯呀、啊。不是毛坯，就是有地板和瓷砖啥的。啊啊，这屋里就啥都没有了吧？这些就是。啊，有点家具啥的。啊，你看看你多少钱？行，我就等晚上看看呗。3万。3万块钱呢？啊。合1000块钱一平呀？有房本吗？有。啊，能便宜点了？也没啥便宜，要是说那什么，这最少也就28000，这少不能少。啊，嗯，要买大平也有啊，大平是那什么78平，78平的也搁这个小区吗？啊，也搁北楼。
啊，北楼这儿。啊，你要是看吧，你就那是那是几楼啊？那是你说那个大七十八平，那是几楼啊？那也是四层。也是四层。啊。那那多少钱呢？那是一户三的，那是一户三的。那多少钱呢？那个最少五万。啊，那个最少五万，七十八平才五万，哎，那这个合适啊。那你要是说看，你就晚上过来看看行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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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好嘞，来，嗯，好嘞。你说咋了，大姐？三的五万不贵。五万不贵是吧？这个三万哪能？这个三万贵，两万八也贵，是不是？这七十八平差一半儿。他三十平才。三十平快合一千了，他那个七十八平那才要才五万，还不到一千，是不是？小多了，这我是小八平。那肯定他也没装，这个他不也没装？你说三十多年了，他能整啥呀？你五万，你这才现在人家啊，咱这市场也有卖七万的，你就拿那两万装修也够。对对对对对。一个人躺平不想干啥了，没事到这地方待个一年半载的，再出去干点活挺好。这四层他得五万呢。对，行，五万不多。你说吧，谢谢啊。好了，咱们调兵山这期探访节目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。